人在小店买了几个饮料盲盒，竟开出了可乐盖项链，用项链可以找老板换一瓶老陈醋可乐，这味道太上头了。啊，开了可乐盖项链竟然还能兑换一个老陈醋可乐，这什么奇葩可乐啊，还有吃老陈醋味的。对啊，那我们必须得去尝一下啊，去买。哇，这居然老陈醋可乐，我这多少钱一瓶？我这个不卖了，我这个要参加我这个抽盲盒活动，抽中了你才能送你这个老陈醋可乐，但是有个条件，就是要拿你心爱的东西来跟我换这个盲盒。那我给你拿去。老板，我最心爱的东西是我的作业。作业本不行吧？那我去别的店换了。别的店没有这样的活动啊，只有我这里有啊。可乐是真的可乐吗？我哪有这么奇葩的可乐？肯定是可乐啊，这个是真的。不行，我开一个给你看一下吧。肯定不是可乐。啊，你看我这衣服，你看都搞湿了。我这有两套新衣服赔给你吧，饮料盲盒你也拿去。拿走拿走。老板，能再送我一下这个？可以，来去吧。耶、yeah. ，好吧，买回来让。哎，你们两个怎么换的衣服啊？我跟你讲，那老板好搞笑，他给我开可乐，就那可乐喷我一身，他就给我。哦，这个是棉质迪士尼系列新品衣服，哎，这个摸起来这个是棉的耶，摸起来挺舒服、啊。嗯，这个还是迪士尼的唐老鸭耶。妈妈，你知道这唐老鸭诞生了什么几年吗？这个我咋知道啊？你看这里，1934年。哎，妈妈，你看我这裤子上也有唐老鸭。哎，我也这也有。这个穿起来很舒服哦。这一次给你们买的是这个牌子的衣服。哎，那我们赚到了。哎，看你买的这是什么东西？这个就是那个饮料盲盒啊。哎，这是一瓶可乐耶。还有这两瓶，那这个两个是什么呢？是一瓶美颜达耶。我要开一个奶茶。哎，它里面好像没什么东西。我这有声音。我开一下。那开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啊！哎呀，这个什么东西啊？哇，这个是什么？那是一些稻谷哎。哎，这里东西呢？这里哦，是个芬达。不会再有东西了吧？哎，吓我一跳！哎，是个美颜达哎。我就开一个可乐，可乐里面肯定有可乐项链啦，对不对？哦，还是一个沙子嘞！那有什么？哦，是一瓶可乐，可乐瓶里面开出一瓶可乐，还是挺合理的。哎呀，你们的运气都不行啊！这次还是我来先吧。我来先，我成凭什么？要不这样子吧，你们要是觉得是我先开的话，就给我点赞吧。哦，你看大家都是点赞的耶，那就我先来吧。你先来一个，我先选一个冰淇淋。嗯啊，惊喜！我要这个红烧牛肉面。喂，啊？什么都没有吗？果然什么都没有啊！那我就要这个七喜吧。哎，还是那个稻谷哎。嗯，哦，这个是什么？还是芬达？根本都开不到哎，到底是哪一个啊？会不会在这里面啊？开开看看。哎，肯定抱不到。发生同样的情况，我们决定戴一个眼镜。就是我看见路都死吧。啊，我选这一个，那我就选这个可口可乐。为了节省时间，我们一起开吧。你开，项链，哎，这里还有个银色的，两个都开到了。走，我们现在去找老板兑换去。老板，来给你兑换老陈醋可乐了。这个红色的兑换这个老陈醋可乐。哇，兑换到了。那这个白色的呢？这个白色的兑这个咖啡可乐。老陈醋拿回来了，赶紧尝一下味道。哇，听起来就想吐。不会吧，闻起来哇，真的是有股酸酸的味道。就是陈醋加可乐。来，你来尝一下。什么味道？喝起来像苹果醋。什么味道我不说了啊。喝起来像苹果醋。自己领会。来，我们再尝一下这个咖啡可乐。什么味？好喝吗？这咖乐吧，咖乐就是咖啡的味道，里面加一点汽水，然后加一点糖。虽然可乐不太好喝，但是我们不亏，我们换了几件衣服啊，还是很划算的。